你有吸到吗？卡哇伊哥。不要吵架，不要吵架。欸，你会录影？欸，欸，你是谁？医生姐姐。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啊，成功了。这个是这个吗？好像不一样耶，不太一样，再找一下吧。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是哪一个？七九八。好大哦！你外面头还要大、啊。你说你是姐姐的头啦？嗯，我们再把它印下来就可以，两个都可以。真的哦，你说你是姐姐的刘姐姐。妈妈说的都出来的，哪有我的都？都有，对不对？咦？马奇多，罗基马奇多。连线的。我们现在看到两个画画的，你觉得哪一个好？妈美呢？不知道里面，所以不知道。里面是这样子。绿绿的。嗯。里面全部都是鸡的吗？应该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有什么？有四本，你觉得哪一个好？这个好。这个。想要吃的鹅。要这个好，那我们这就这个。有喝到吗？有。有喝到吗？有。有喝到吗？有。好喝吗？嗯。你喜欢吗？你喜欢吗？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家里了。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呢，因为猫妈怀孕，现在还没有到安定期，身体还是属于很不舒服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我跟哥哥跟弟弟三个人去好市多买一些我们的必需品。那这一次呢，因为猫妈身体不舒服嘛，常常就是突然想吐，突然很想睡觉，突然很不舒服，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突然很饿。那想吃的东西有时候口。谢谢北沙婆婆。嗯，打到手了、哦。小心哦、喔，对，就是很容易肚子饿，然后饿的时候又想吃辣的、酸的，可能有怀孕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呢就买了许多平常不太会买的，然后他会想要吃的东西。那第一个就是这一个，妈妈真的很喜欢吃辛拉面，那我们一次都买这样一盒20包，有时候中午或晚上他会不想吃饭，或者想吃味道很重，然后有辣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最好的选择，辛拉面。那我自己呢，会照它上面这里加肉啊，加香菇，加菜啊，加葱啊什么的。但是毛妈都是一颗蛋，一个几个葱，这样就 OK。就是它只要加蛋而已，其他什么都不要加。辛拉面其实真的还蛮方便的。不是那样。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也有，因为他们最喜欢汪汪立大功。那这个我们刚好看到，它有80种可以着色，那而且可以撕下来。我们买一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影印机嘛，我们再把它印下来，哥哥也可以画，弟弟也可以画，我们不用买很多本，就是只要印下来，我们就可以一直画一直画。所以哥哥已经受不了，他想画，所以我们家就把它印下来。这一本才1000多块，其实不会很贵。还你。好，谢谢。好，你要吃哦、喔？你要吃了吗？好，那我帮你拿。要不要嚼啊？
第一项测就是这个 Oikos 优格，草莓优格，我们很喜欢，每次都会买的优格。那除了草莓优格，还有这个普通优格，也是随时都可以吃，不用花时间准备，秒吃的那种。那说到这种秒吃的、啊，还有这个非常的方便，这个叫做茶泡饭。那说是茶泡饭，其实它的茶里面有加很多味道的，海苔的，有鲑鱼的，梅子的。所以这个真的很方便，而且很好吃。有时候早上啊，哥哥啊，他们不想吃饭，单纯吃饭的时候吃这个，非常快速，因为真的很好吃，很推荐。快速系列还有这个大白人的，这个里面有60颗，所以只要拿去微波，大概只要2分钟微波一下，马上就可以吃了。那再加上自己的酱啊、柴鱼片啊、美乃滋啊，就很好吃。刚刚说会想吃这个辛拉面，辛拉面就要配这个中加泡菜。我们很久没有买了，有时候都吃不完，有时候吃到最后啊剩1/3，然后就过期。那过期我就拿去煮泡菜锅，也真的很好吃。那这一次呢，因为毛毛现在最近就想吃辣，想吃酸，就是要泡菜。太久没有吃泡菜，这次也买了这个我们一直都最爱的中加泡菜。然后日本的草莓接近结束，现在已经出来是这个。棒棒，纽西兰的这个黄金奇异果，我买这个超大颗，这一颗超大，你看我的手这样，几乎半个手了。那这样子，它里面好像有11、12颗，1500多块，算是蛮便宜的了。因为现在在超市呢，一颗普通大小就要卖到160块日币，那这算便宜的，所以我这一次就买这个我们很喜欢的黄金奇异果。再来是弟弟最爱的蔬菜，弟弟跟我一样很爱芹菜。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吃菠菜，不吃白菜，什么菜都不吃，但是芹菜爱吃。可是这个芹菜也变贵了，几乎涨了快要一倍了，很可怕。但是这个芹菜还是比一般外面买便宜，所以我们还是买了一包。那还有这个，他们每天都会吃的，就这个 DHA EPA， 就是对他们身体头脑好的，而且这个也是这种乌哈的这种软糖保健品，那他们就当糖果吃。弟弟一直说要去好事多，就是为了买这个，因为我已经吃完了。那他这次呢，到好事多第一件事就说我要去买这个，我要去买这个，所以他也帮我找到了这个乌哈味觉糖的，他们很喜欢的这个保健糖果。其他呢就是鲑鱼啊、牛肉、猪肉什么的都在里面，那就不用再特别介绍。怎么了？你要画画了？好好，那我们等下去画吧，就这样子咯，先把影片看到最后，非常感谢你，拜拜。他太推诺多里嘟嘟嘟我起一马都一万我头三七三一都一万头都不垃圾，面白そうに泳いでる。